们上次讲，要是修定的人还没修成，没成就三摩地，还没入定，那么就应当勤其休息啊，少睡眠，多精进，嗯，不要在那个会闹地方去，应该呢欲望少一点，那执着什么都不想，无所顾恋，什么也不求，同时对于贪嗔愤恼恼害骄慢共高，奸廉嫉妒，离间出呢，虚晃杂坏，一切人间的嬉戏游戏啊，皆悉远离。如果是想修定，就是想了生死啊，想断烦恼啊，那你要多辛苦一点儿，在这12个小时当中，初夜、中夜、后夜，要精进休息，要少睡眠，睡眠也是一种习惯了，能可以克服的。出家人一天，你要是能够锻炼睡6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而不是你过分的精进了，你去6个小时还有18个小时，占了3/4。但是呢，杂物中间的干扰，恐怕6个小时都不够。乃至你自己的修行的时间呢，并不是很多。这就是自己的信心的关系，信心的关系，就是入道修道的心呢不恳切，四宗弟子现在表现的那苦恼烦恼来了，信佛了，要苦恼烦恼少的时候，他就不信佛了，玩去了。等一烦恼来了，有苦的逼迫，苦难的逼迫，这时候想起修道了。这个是说是学佛法的人，那不学佛法的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个。说你要修定，在没有成功之前，要舍掉睡眠，精勤进学。这佛教授嘛，要少欲执着，少欲执着。那么对于这个贪嗔愤恼恼害骄慢共高这些奸吝嫉妒障碍离间的出那障碍的修道的，都要把它离掉，没才能够得定啊，不然你怎么能得定呢？在这段文呢，文字不多，但是经文上说的不多，而是对我们所具足的，这些烦恼习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都有，那怎么能得到定呢？
努一大师教授们说，持诵礼拜禅定，这是圣业，是对了生死，超凡入圣，这叫圣业。圣业不勤，唯恐不断，衣服饮食尘劳，这是尘劳的事情，唯恐不勤。说追求的就是这些个，嗯，还有呢，我们出家人或者四宗弟子还好，哦，刚才说我们要除了减少睡眠的时间、玩的时间、旅游的时间，我们好多道友说，朝四大名山拜佛教圣地，真是这样朝四大名山吗？是不是旅游玩啊？说不是，我们发的大诚心，要求四大菩萨加持。我看你怎么朝，坐飞机、坐汽车。所以古来人朝三世磕头拜去的，从你这个的发源地，你一步一个头磕，磕去吧。咱们知道的，我们那些老和尚，朝三世拜去的，不是旅游的。把这些个时间都去掉，我们这一天24小时，你读诵大乘修禅定占了你好多小时，你自己会计算的，会知道的。你把握你一天的道心，升起道心，要了生死的心，你自己算一下，有好多。你若记不到，你可以点个点儿，一周一张纸，凡是起那个念头不正确，点个黑点儿。凡是向道的，不管读经、修禅定、修智慧，都可以，你点个红点儿。而散心杂念，你点个绿的或者点个蓝的，你一天看你点的点好多，到这一天你算计一下嘛，你就知道了。修行的方法啊，师父领进门，修行靠在个人呢、对。不过现在我们讲这个大乘大觉十论经，这是无依法。无依法呢，就不依这佛所教导的善法，这叫无依。就是你修善根，没有法可依，你善根怎么能成就呢？因此啊，要自己啊，要是真正自己想了生死，真正啊，为啥我加个真正？那都是虚假的。必须，你所说是跟那谈起来。苦的逼迫的时候想起了要修道，要求解脱，苦过去了呢，没有了。是能够断这些烦恼的行者、修道者，是得到人天赞叹的，得到护法的护法的。我们经常说有的叫我邪魔外道鬼神缠住了啊，又是要这个耽误了那个耽误了，那是龙天不护法的了，因为你不是行道者。下头这段经文就讲这个道理，入世行者，那上头那些个烦恼都断了，就刚才我念那些个都断了，那你呢应该受到四番诸天，或是四王
转轮圣王他们的赞叹恭敬礼拜。你不想得到的，那有的是供养来，奉祀你百千诺耶多供，诺耶多那个是大数呢，大数呢，没有数字的数字，刹帝利、婆罗门、法舍、悉达罗。为定未得定者，还没得到定，只是想镇上修，就能得到这四方天王一切护法神赞叹恭敬护持你。那如果你已经得了三摩定了，三摩地定了，得了定了，那所得的利益呢，得的供养呢，那更大了，是不是？你刚发心这样修，又能得到啊一切护法，那这天王啊、八部鬼神呢、都来护持你。但是呢，咱们前头讲了。你要先习，要想修定，找个寂静处，找个寂静处啊，把你这个修定的呀，方便准备好，就是资粮道，把资粮准备好，完了你要去行道，在你行道当中。这些供养你也不需要了，你还要拒绝了，供养的多了也妨碍道业呀，二十四尊那儿说颂曰。修定能断惑，愉悦所不能，故修定为尊，智者应供养。佛把这段意思用寄送来说，说一个修定的人，他能断他的烦恼惑障，定就是心不散乱了啊！简单说，你心能专注一境，不攀缘，不攀缘，上头那些个过错呀都没有，就不被迷惑，把你迷惑，惑就是迷惑的意思了，你不明白了，那你要是常时有这个修定的这种观念，这种心。这个就是正知正见，所以贪嗔痴粪水脑害，那都是因为你没有定力的关系啊。烦恼多的人就是他定力不够，遇事就慌了，特别是明文供养，比前头那个，贪嗔痴慢，那慢供养比那还厉害。那个你知道，他扰乱你定的。那明文供养啊，这个就是你把它贪求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比那还厉害。说修禅的人，在那一些供养当中，就昏了，昏了就啥了呢？忘了自己修道了。那贪嗔烦恼来了，自己要对着他，还有道心对着他。赶在明文供养一供养，完了，因为自己有功力了，因为自己有道德了，所以在禅宗有两句话。
不怕当头棒，自怕脑后针。当头棒就是这一些个烦恼啊、贪嗔啊这些来的时候，这叫当头棒。你可认识到它，不被它所迷惑。脑后针你就赞叹你、供养你、明白力啊，在你后边扎你，脑后扎你一针，你看不见，你被它所迷惑。嗯，这是很难的，但是这也是这祸业当中一种。说佛告诉我们，你不是要想断祸吗？断祸要想揉智慧吗？祸就是心里的贪嗔痴。你祸要断了，那得是身三口四就都没有了，没有祸还有杀盗淫吗？还有妄言绮语两舌那口吗？说以祸为准，是吧？佛告诉我们，只有修定能断祸，愉悦所不能。要修别的呀，做别的事也不能够。修定为尊啊，有智慧的人应当供养修定的人。尔时天障大梵天言：“大德世尊呐，与佛法众而出家者，要刹帝利大臣宰相，以鞭杖捶拷其身，毁毙牢狱，毁夫喝骂，毁解肢解，毁断其命。为当何耳？为不何也？”大梵天又对佛说了，说是出家人在佛法中离开世俗，做佛的出家在宗二在宗弟子，那就是国王大臣、政府的官吏。如果能用那刑法来夹住这些个比丘身，或者把他们逼到牢狱里头，或者喝骂，或者肢解，乃至断他命，为何而为不何也？这合法吗？不合法吗？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呢？这个只是全是比丘、比丘尼啊，没有在家二众。说在佛法当中出家的，受不受国法？就这个含义，那国家的，国家有国法，那叫王法。这么出家人，对那有权力、有势力的人，比宰、打、毙监狱，这个问号里头啊，含着很多的含义。专门指末法时候说的，正啥时候这个现象少。说在末法时候你出家很难，为什么呢？为什么叫末法呢？不是像正法那时候天龙护持容易，你出家就很难了，各种限制。等你出了家之后，你要想修道，更难了。是不是说是没有信心的出家呢？大家说有没有？没有信心而出家者，
在佛时候说，佛说不信三宝而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很多，这就是末法现象。为什么叫末法呢？挂着比丘比丘尼的名义不做比丘比丘尼的事儿。而他是出家呢，像这一类的国王大臣对待他们，当那僧宝恭敬吗？而且是他们做了很多的错误的事情，国法应当制裁他们。这是一种，一种啊。假使国法要是对这些个出家的制裁，应该吗？不应该吗？我大梵天问佛就问的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看现在的现象，现在现象。为什么大藏大梵天问这些话？因为后来的事情，咱们现在亲身经历了，就是这个样子。没懂得佛法的不说，是读了佛学院的，读了几年，学过几年佛的。学过佛法人犯佛法乃是不信佛法。还有一类而得了天眼通了，招摇撞骗的啊，有了神通了，跟人乞讨。现在有什么开三眼了，开七眼了，开的眼很多。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也就是大梵天问的意思啊，是对这一类的人，对于毁谤三宝的、现出家相毁谤三宝的，处理他不处理他呢？那还有一类，宁舍生命。不毁谤三宝，说命难来了绝不谤佛谤法谤僧，那说明他的信仰力啊坚固，这叫信根。信必须生根，根才有力量。信到什么程度，咱前头讲了，华严经也讲了，念不退心，念念不退，而修定了，得到定力了，那就定不退心了，那不是念了。要修的慧，成就大智慧，那就慧不退。对咱们说呢，初步的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到遇到你那个灾难来了，对三宝的信心还有没有？好多对病苦或者求发财开公司，三宝弟子受过三规的了，完了他所要求没达到目的，而三宝没架子的，那他就不信了。他认为三宝没加持他，因为他不相信因果。你过去做了很多的这个伤害的事儿，兼贪嫉妒，兼贪的不得了，完了要想发财，能办得到吗？从来你不舍，不舍怎么能得呢？办不到。伤害众生，
伤害太多了。你自己想求长寿，又想没病，这能办得到吗？为什么在你入佛门来先要忏悔啊？你得先把你过去的罪忏了，你现在受的是业报啊，你过去做的业你现在受，你得把这个忏悔掉，才能有新的。沾察业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嗯嗯，人呢对于佛法他不是真正的信入。哦，我们经常讲四宗弟子都要有的正知正见。什么叫正知正见呢？像这一类的都是不是正知正见呢？真正正知正见一切法无我，那才真正见的，从来不说无我，干什么把我都摆在第一位。他也不能看着一切诸法无常，他也不想到领受就是痛苦。人家发财了领受啊，享受时候那是苦啊。你现在享乐，乐当中他解苦果的呀，你不懂得一切法都是空的。把那个身呐当成了很不得了一天呐，把他为他造了很多业，不能观他是不净的，不能观。